个机器关掉了，机器关掉了，现在不能不能，它捞一下它会动。对。那、第一个就放在这个轮子里，第一道。放在这个轮子里，然后这是第二朵，现在还要写短了，我拉一点。它往上抬一下，它会往前送。不管，它自己往前送。那，它自己往前送。就上下是对齐的那个轮子都是。对呀、哦，这还简单一点，等于说每个它只要第一个轮子就对那边下面的第一个轮子就行了。就这样，然后把这焊上去就可以了。焊上去就可以了，或者你这个不要，我们就直接拉过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如果要是不需要的话就。你这段铁丝不需要，你要直接穿的话就直接拉过去就可以了呀。哦、这个去 welding 铁嘞。If you need this wire, you can welding is、connect is okay。OK， 要穿吗？或者把这段铁丝拉掉。